全部离开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全部离开！站起来！站起来！站起来！离开电脑！警方攻坚进入，喝令现场人员不准动。这里是线上博弈集团犯罪据点，藏身在台中市七期一处门禁森严的高级商办大楼。一个月15万元的租金，放置了数十部电脑、主机、萤幕等，当作机房使用。这一大队之前接获情资反映，有线上博弈犯罪集团挂着高科技公司前牌，成立在台中市区，经长期跟监收证后，锁定以不幸负责人为首之博弈游戏系统商，发现犯罪据点隐藏在台中市七期之商业办公大楼。嫌犯还假借科技公司名义，在求职平台刊登招募广告，吸引社会新鲜人加入，强调高薪高福利，协助博弈游戏正常运作。五个月非法赌资就高达20亿元。该系统商在去年年初就在国内求职平台刊登广告，招募系统工程师、美术设计人员、游戏测试及客服专员，并寄出多项礼金、奖金及高薪等诱因，吸引大专院校新鲜人上门应征工作。该公司除了提供所开发的彩票、宾果等游戏给博弈网站嫁接外，更负责游戏系统之维护及风险管控。经初步清查，每个月赌资高达上亿新台币。由于博弈网站已经成为黑帮重要获利来源，甚至可能透过线上博弈诈欺洗钱，警方将持续追查该集团幕后是否有黑帮涉入。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。